我们必须做出一个能够说服所有人的完美方案。你得把声音放出来，要不然到时候在现场那么多人。夏小真棒，你看这老奶奶画的。人家画的明明是个小姑娘。您看我们项目的阐述，能不能换一种方式，换个角度来看，效果也许是完全不一样。你说这个老，给他升了职还嫌不够？你是打算踩着我们在座所有人的尸体上位是吧？中天娱乐台，平凡的荣耀。